锁着门呢。这我妈能去哪儿啊？我出去找找去。哎，来福。哎，小凤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啊，我这刚回来，回到家啊都没见到我妈。对了，来福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呀？你妈她已经不在这住了呀，当年不是你上大学吗？负担不起就把房子给卖了。房子卖了之后，然后把钱都给了你，你也一直没回来，然后她就搬走了。搬走了？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前两天好像在那边见到她了。那要不你去那边看看吧。行，来福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说他妈这傻不傻呀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回来看过你。妈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这我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你卖房子给我的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，妈？你为什么把自己变得这么落魄呀？是我害了你呀。孩子，妈没事吗？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足够了。女儿，你长大了，妈受这点苦不算什么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有出息，妈就心满意足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女儿啊现在有出息了，我回来就是把你给接走的。你看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，妈，你受苦了，都是女儿不孝，我应该早点回来看你的。女儿啊，妈不苦，只要你有出息，妈就知足了。妈，要不是你的支持啊，我也不会有这么出息。妈，别说了，我现在都带你走。